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果木浪子。今天我们学习的歌是《一江水》，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老歌了，相信很多的同学都听过，那也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，有很多的版本，包括李行亮、韩红，很多很多。那这首歌其实我之前也编配过，那个时候编配也是参照原版的编配，那个收录在我的中高级里面。在这个书籍中呢，我是又做了很多的简化，因为原版中有一个 AM 9和弦。包括它全是这样的和弦来弹奏的，在这个版本显然不适合我们现在的阶段，所以我把它都换成了 AM 和 DM7 以 G7， 这样大家弹起来会很容易。那如果想要弹很原版的感觉，大家可以参照我中高级里面这一首曲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前奏。如果简化了之后，这首歌几乎就是一首很初级的歌，相信大家完全可以试奏。男同学呢将变的加夹在二品，女同学这首歌其实这个调还真有点纠结，我觉得如果嗓音足够高的话呢，可以不加变的加，直接用 C 调，但是变的加如果高于五品的话也不是特别好听，加在五品现在有很多同学还是下不来，所以对女同学这首歌可能是这个调不太适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前奏。五四三二三四二三，五四三二三四二三，一个爬音作为一个引子，原版其实是这样的。好 ，OK， 现在我们直接按这个版本往后期示范，因为没有什么太多需要讲解的，我们从演示开始。风雨带走黑夜，青草滴露水。大家一起来称赞，生活是多么美。就出现了一个 A7 中指四弦二品，无名指二弦二品。好，在这一期我们接触过了，继续往后。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，我和你是河两岸，永隔一江水。这个地方大家看有一个 B7 减五，怎么按的呢？左手食指在五弦的二品，左手无名指在四弦的三品，左手中指在三弦的二品。OK， 然后我们弹的是五四三二，然后换到一七六四三二，回到 AM。然后接下来会继续往后演唱，我们继续往后看。姑娘好像花儿一样，小伙子他好像天上的太阳，花儿离开阳光要怎么生长，小伙子要怎么开放。到要怎么开放，大家看是六四三二六四二三，要怎么开放。到 AM， 这第一遍就结束了，然后接下来会继续。我要哭我要哭我要笑，我要欢呼，人生就是这样，有甜也有苦，乌云怎能留得住我掉下的雨水，我眼眶怎能留得住我掉下的眼泪。其实在原版很多歌手会有还有一个这个演唱的这个声音的花，大家看，眼眶怎能留得住我掉下的眼泪。
渐慢，然后做一个爬音结束。这首歌对于弹奏这方面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，至少对我们弹了这么多首歌来说，那更多的应该是注意演唱的情绪，因为这首歌没有太多复杂的旋律的变化，几乎就分为这么两段，那么你在每一段重复的时候，你都要去融入不同的这个感觉，加入一些情绪，这么你弹唱出来呢，别人才能感觉到你的感情和这个情绪，以及它的整首歌的层次感。这首歌难就难在这些方面。那如果大家在学习中，结合曲谱和视频还有什么疑问，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和我们有更多的交流。让我们下一首歌再见。